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喜欢打上海敲马的凯哥，视频每天更新，欢迎大家收看。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给个点赞或者关注一下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本期视频三集连播，还请大家耐心看完。先看一下第一副牌。上家打九条直接碰，这个牌肯定是有想法了，手里有三对，所以说这个牌就不过桥了，有碰就碰，先碰了再说。再碰下家的七条，现在是混一色一上张，这个牌上家应该是进入到防御阶段，虽然说我只碰了他一下，但是手里的牌不多了。看样子我下家也是有想法，来五万，先打小的。抓花杠两万，接着打。来北风，那肯定是打五万。现在这个牌混碰都有可能啊，就看这个牌是怎么来。抓两条听牌，打四条，听一三条，听了一个小海狮顶球。最好是让我胡到小鸡，那样的话就是混碰了。下家这个样子应该是抓了一个条子进去，现在下家混一色也听牌了，犹豫就会败北，果然听牌打三条点炮，混一色胡牌，五个花24分，加个苍蝇28分。看一下第二副。这个牌三上张。这个牌完全没想法。感觉能做个门清就不错了，一万没碰，竟然抓到九万克子，那就先开一个边七条的搭子，先看看再说。这个牌亏就亏在起手搭子比较好，如果把字牌留在手里，那肯定是要做牌了。现在就更加的没想法了，因为对家听牌了。对家听在筒子里面的可能性相当高啊。幺九不算冲，再拼一张九筒。抓五筒进来，这个牌就是一上张。又给了对家一次杠开的机会。再抓五筒听牌。两万一万都是安全牌。这个牌选择打两万听对倒。
绝招伊万和北风都是好牌。对家打伊万点炮，六花门清14分，加哥苍蝇19分。看一下最后一副。这个牌还缺个牌搭子。不会摸到七万吧？来六筒，那就打掉九条，搭子找到了，一上张了，抓四条听牌，摸花，杠个七万，有点小难过呀。对家打五筒点炮，四花门清10分，加个苍蝇12分。